我一定爱你付出代价。是我头拄仔要来找你的时阵，收到一份快递，伊顶头写讲要甲上海住宅的背后主谋报予我知影，佫佫约我暗时要见面的。 伊无讲，伊是啥？伊无讲，也毋过为着住宅，就算一点点仔线索，我嘛一定爱查清楚。对方来路不明，安尼真危险，我替你去。袂用急，这是住宅的代志，我要家己亲身去处理。你即马哦，爱好好顾身体。 卖遮尔勉强，我知影啦，胡玲。头拄仔甲你讲过，我的心头嘛较安定啊。我家己会说你，你放心。你若讲着自在哦，你的精神拢来啊，我讲啥拢听袂入去。有啥物问题，敲电话我。我知。 哎呦，你看我这个头型呐！今仔日来找胡玲是要来送礼物的。我看到一双鞋啊，一看到我都感觉足适合胡玲的气质的，我就买落来想要送予你啊。你已经买送阮家哦一个上大的礼啊，你搁这么高礼数，我唔知哦要安怎报答你。想叫胡玲甲会长平常时嘛对我这么好。 来啦，胡玲，你先打开看麦，看你有介意无？哇，是呢，你有介意就好啦。加水，加水。这双鞋啊，我有特别见过，唔那水，够好穿哦。 希望你穿这双鞋的时阵，你行的每一步路，都亲像我陪在你的身躯边同款。真有眼光，真水呢，我就介意，我一定会逐天穿。这段你替阮代孕的时间，一定会足辛苦的。 我拢会陪在你身躯边。多谢胡玲。若是你伤害住宅，我一定爱你付出代价。胡玲，你找我？你找人，甲安那地互调，唔知谁去甲伊通报，讲因翁要予伊伤害本住宅。 主谋的资料，是的，是我无够细意，才让人发现。代志已经发生啊，我袂追究，处理问题较重要。一定要甲安乐队好掉，爱比伊较早摕到资料，知无？是，我知。还佫有，到时你就直接出面担罪。 公司要抢生意，甲房主宅有规则，才会出手。安怎做，你应该知影。是，夫人，安尼我先离开。萧晴。 我叫你一声胡玲，你竟然敢伤害主宰！你伤害我上重视的人，那呢，我就毁掉你上重视的物件。